小莹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长岛市 Long Island City 新落成的这个儿童图书馆，它是今年的九月份才落成的哦。我以前最喜欢的图书馆是 Cole Square 图书馆，现在可能会直接变成这个，而且它连 Cole Square 只有两站的距离而已，所以我以后就会都来这个新的图书馆了，这会变成我第三个家。Yeah，Let's go， 我们来去看看吧。哇哦，纽约东河岸又有新地标咯。那因为它的外墙是铝制的，所以在阳光下会特别的亮白，非常的抢眼。这个坐落于 Long Island City 长岛市的公共图书馆 Hunters Point Library， 属于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的分馆。建筑的计划案是在2010年开始，一直到2015年才开始动工，是在今年的9月24号，也就是在上个月才开始对外开放的。室内设计分成多层不同的空间，有儿童区、青少年区，还有成人区，以及它有非常多的中文图书、繁体中文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洁癖鬼的话，你就会很高兴，因为这些中文书都是全新的、新的、新的。再也不用花时间用 APP 调法拉盛的中文书过来了。这个建筑的采光非常的好哦，室内外都可以远眺曼哈顿中城的天际线。皇后图书馆的好处就是他们在每个图书馆都会有固定举办一些 program 给亲子或者是小朋友参加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活动都是免费参加的。里面有50000本图书，还可以容纳200多个人。这就是儿童图书区，你看地上还有很多蜡笔跟图画纸，因为小朋友会在这边上课。这个总面积呢，总共是32000平方英尺，包含外面的占地啦。没错，就在这里，你就可以远眺曼哈顿的天际线、摩天大楼门。这个图书馆的最大亮点就是它有设计空中花园图书馆，也就是说，未来你可以在屋顶上面看着天空，看着曼哈顿岛，一边看书。由于这个图书馆呢斥资4100万美元打造，也就是折合台币大概12亿多，非常非常庞大的金额，很厉害吧？所以也是 A 了蛮多钱哦。当然因为这样子啊，在启用之后的一个月直接被媒体盯上了，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报道，例如说这个图书馆暂时还不是无障碍空间，所以对身障来说是相当不友善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来。那图书馆员也开始抱怨说，哦，屋顶会有漏水的情况。其中在3楼有一个 quiet room， 就是 K 书房，也有使用者抱怨说，哦， K 书的隔音不够好。现在我前面这个是 media center， 就是媒体中心。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窗帘非常的贴心哦。它是坐落于一个公园内，所以我也决定带着瑜伽垫来放松心情，做做瑜伽，享受前面的大草皮还有蔚蓝的天空。它刚好是在曼哈顿岛的正对面，我现在后面就是帝国大厦，还有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门。现在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个美丽的新的图书馆的夜景。结果一个不小心，我就待到晚上了。
白天来跟晚上的景色实在是有不同的风貌。晚上这边也是听得到更长的河流声。那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坐在大概第五个位置，一二三四五的地方，一二三四五。那个地方其实蛮晒的，但是它中间就会用电动的窗帘把它拉起来，在很晒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。现在是晚上大概7点钟，图书馆已经打烊了，不过它并没有熄灯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里面清清楚楚的结构设计。厉害的就是连它的 checkout machine， 它的借书机都已经是用触碰萤幕感应的，完全换新喽。这边有一个还书机，所以你24小时都可以欢迎来这边还书，跟其他馆是一样的。而这里面呢，就是直接通到他还书的地方，也直接亮给你看。台湾国家资讯图书馆台中那一个也是这样子，蛮方便的，很先进。纽约图书馆最好的就是它一次可以借15本，完完全全完胜台湾图书馆。在台湾我一次都只能借8本书而已，就会觉得说啊扣打很少，但是这边呢就会直接可以让你直接借15本书，非常好吧。最后这个图书馆当然是有人有给好评，也有人给负评，负评的情况还很吹毛求疵的包括哦，3楼的椅子一拉，整栋挑高的建筑物都听得到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每个图书馆都会发生的啦，因为你是去看书啊，去躲在黄金屋啊，又不是去当风纪股长。这已经算是我去过这么多纽约不同的图书馆，采光目前是最好的了，好到我都要戴帽子看书了。至于这个建案到底帮一些政客或者是建商A 了多少公帑，这我就不愿多说，这个你可能要去看更详细的报道。但是整体来说，有一个新的图书馆对市民来讲总算是非常好的。以上感谢你收看今天纽约长岛市新地标 Hunters Point Library 的介绍。未来如果你有机会来纽约的话，欢迎来这个长岛市，就在曼哈顿旁边的长岛市有一个新的图书馆，可以带着你的孩子，或者是如果你很喜欢阅读的话，请不要错过这个图书馆。让我们一起来收集全球漂亮的图书馆，应该说好读的图书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分享。三人 TV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